咁我繼續呢係就總目142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呢係發言嘅。我會就總目142本人呢係提出咗五個修正案，修正案編號包括716、723、734、739、754。咁我希望呢係一併呢喺呢度處理。所以我先簡介各條修正案。修正案編號716是以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1,050,003元，其實這個呢就相等於中央政策組全年預算運作開支，是將它的總額呢是削到剩返1,000元。那我昨天提過是和黃碧雲議員的動議呢是欠1,000元。修正案編號723呢就是削減大約相當於中央政策組進行的顧問研究項目的全年預算開支，即一個是整個中央政策組，一個呢就只是研究項目。修正案編號734呢就是削減大約於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全年薪酬預算開支，即是要削減邵善波先生的開支了。還有兩條呢就是修正案739同埋754、739呢係削減大約相當於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中期約滿酬金嘅全年預算開支。咁昨日呢我嘅發言嘅時候就係點出咗呢個中期約滿酬金嘅問題。至於最後一條呢係修正案編號754呢就係削減大約相當於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嘅津貼全年預算開支。其實喺呢個政府總目我昨日提過，就係原來中央政策組呢是匿埋咗喺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處，即係142嘅綱領3之下嘅。如果議員唔識問呢都攞佢唔到出嚟。咁我會繼續呢係先去討論返中期約滿酬金呢個問題。根據去年審核2013至2014年度開支嘅預算報告，在論及中央政策組開支的時候，其實當其時已經有議員察悉，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薪酬竟然由2008至2009年度的292,300元跳升到2012至2013年度的496,700元，當中包括了約滿酬金，升幅是超過 60%。咁當其時議員見到咁嘅數字呢，當然係覺得好驚訝啦，就質疑點解嗰個薪金呢會喺呢幾年短短幾年之間呢係增加咗咁多呢咁樣。咁亦都問究竟係點樣去釐定中央政策組呢一位首席顧問嘅薪酬呢？當時呢中央政策組嘅副首席顧問呢就只能解釋，佢話薪酬呢嘅根據就係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薪酬在1989年成立中央政策組的時候呢就獲財委會呢批准了。Excuse me。這個職位的薪金和首長級第八點是掛鈎。跟住呢行政處處長就補充，就提出了這個約滿酬金的概念。所以大家才如夢初醒，是喔、有約滿酬金喔、而不單止是約滿酬金，還是我這一條修正案特別要針對的中期約滿酬金在這裡作怪。原來在2010至2011年度，當時安慰期五年的合約聘用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呢可以發享有中期約滿酬金，餘下的約滿酬金呢就在2012至2013年度發放。因此呢在2010和2011和2012、2013年度呢，你看到他的薪酬呢就較其他年度為高的。當其時呢連中央政策組的副首席顧問呢都未能夠是很清楚即時呢是答覆到議員為什麼在財政預算案的文件裏面呢原本呢是沒有清清楚楚寫出這個安排，為什麼每次都要有議員提問政府才肯講，擠牙膏地講多一點講多一點。特別其實公眾對於中央政策組的透明度呢是已經非常之質疑的了，為什麼不將有關的合約財務細節是先知先覺自動自覺向公眾預先去公開列明呢？
其實這個亦都是中央政策組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我首先不跟你說，因為稍後才說那些研究是否公開，但是你連個架構，你連個聘用條件都不是很清楚地，不要說向公眾交代，是向到特別財委會去問的時候才逐一逐一地說，這個是於理不通。說回來，這個當局是否應該檢討這個中期約滿酬金的安排是否適當呢？所以我就提出了這一條修正的動議。我想大家都知道約滿酬金的作用是什麼。約滿酬金呢，就是用來挽留人才，就希望啲員工的流動不要那麼大。所以立法會議員都有約滿酬金的，是吧？那如果啲議員要辭職咩補選，那他自己選擇啦，所以他就沒有那個約滿酬金，要付出這個代價。咁但係點解有個中期嘅約滿酬金呢？呢、這個好古怪啦。如果我話立法會議員我而家引入中期約滿酬金，或者每年約滿酬金，即係我做完一年攞一嚿，做完一年攞一嚿，長毛實贊成，係咪啊？即係隨時變相公投都得，但係冇咁嘅需要嘛。即係你成個職位完成咗之後嘅約滿酬金，呢、這個都已經可以斟酌啊，就何況係中期。其實呢，自梁振英上任特首以嚟呢，我們看到這個政府多名問責官員離職，其中呢以政治助理最多。當時呢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就被問及這個關於跳船論，就說跳船潮，大家記不記得邵善波當日怎樣回答這個跳船潮呢？他說應該再跳多一點才是正常。他還說呢，記者你問這個問題你的想法是過時的，他拋出了一些美國的例子的，他說現在那些任命部長啊，任期啊都不夠三年。那就調返轉講啦，即係香港我哋啲局長呢個任期過長啦，即係五年咁樣。咁佢又承認呢本港政治人才不足，所以呢要以主要呢係靠前高官呢，即係前朝高官係出任局長。嗱，我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邵善波你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你說過長的任期應該兩年一任啊，三年一任已經是過時了，不夠靈活了，我們還是舊思維五年一任。那為什麼你不提出要重新檢討所有政治任命官員的合約呢？是不應該超過三年呢？要跟國際趨勢接軌呢？好了，說回你自己了，咁但自己點解仲有中期約滿酬金咁古怪呢？中期約滿酬金其實根據你嘅邏輯就唔使挽留人才㗎喎，唔驚你做唔足五年㗎喎，你鍾意做兩年請咪請，我又搵個好啲嘅。使唔使提供呢個經濟誘因，用納稅人嘅錢去開設呢個項目呢？況且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你話跳船有理嘛，唔跳至唔正常嘛。咁政府冇理由沿用呢個中期約滿酬金嚟阻人跳船囉。故此呢，我係建議議員應該殷切考慮支持我嘅修正議案，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1,626,659元，是相當於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中期約滿酬金的全年預算開支。如果你們不支持這個項目，我覺得最少呢最低消費，作為立法會議員是監察這個中央政策組呢，最少都要支持那個是削減他那個津貼那個項目，即是你對邵善波疑中留情，覺得不應該斬曬，咁就支持我這個呢修正案編號754，削減大約相當於中央政策組呢首席顧問津貼的全年預算，是個津貼啫。咁數額是很少的，數額是576,506元。點解我話最低消費大家都應該支持這樣嘢呢？就是我剛才講，或者我成日講，當我哋有權去審批一個撥款，而我哋唔能夠監察到佢嘅運用嘅時候呢，我哋係
不應該審批的，即是不是說簽了個名、舉了個手、投了個票就完成了個任務的。當一日中央政策組不肯明明白白主動將他們的合約、將他們的條款去檢討，是主動告訴我們議員聽、告訴財委會聽的時候，要是問下一劑、問下一劑、問下一劑至來，是不應該。所以通過削減他少少50多萬這個呢，我相信就算建制派的同事對中央政策組都有很多問號，我現在問你你都答不到。其實我們回到整個財政預算案講緊的是什麼，或者我們今天做緊的是什麼功夫呢？我們堅持在這裡議政，就是為了奉行其實財爺教的審慎理財原則。我揀都是要引述回財爺預算案的少少資料，165段。他說有一位哲學家曾經說過，社會是一種合作關係，不單只是這代人，是我們的前人和未來。我們的上一代為香港奠下穩固的經濟和財政基礎，所以呢他這段說話就是更加覺得我們不應該亂花錢嘛，因為現在我們批的錢不是我們的嘛，我們的前人都有份的嘛。所以中央政策組這一塊錢呢是一定要很審慎地 去批出的。那他說過哲學家是誰呢？我記得梁國雄議員就試過去問那個哲學家究竟是誰。咁當其時呢，行政處長呢蔡潔如女士嘅回答係咁嘅。財政司司長於財政預算案嘅結語係志在說明政府處理公共財政必須有長遠規劃，否則可能呢會對社會造成長遠影響。有冇答到你個問題呢？請問呢、這個就好似考試吓，人哋問佢作者係邊個，佢就答修辭學嘅問題。這個是很有創意的，這個行政處長。即是我們見識過行政處長呢，他可以很有條有理地答呢那些合約細節，那這個是欣賞的。不過如果他主動能夠提出就更加好，不用我們又入十題二十題，令到呢陳議員，我認為你現在講的跟現在你的修正案是沒有，都不是、哦、因為呢中央政策組呢他就是屬於綱領三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處的，而但中央政策組呢佢唔單止服侍行政署嘅，佢仲係服侍埋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咁財政司司長去制定嗰個財政預算案，我相信中央政策組呢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應該都係睇過嗰份財政預算案，如果一個問個哲學家答唔到都係，所以佢係有一個缺點。不過我唔爭拗，唔繼續喺呢個論點嗰度呢係詳述。好，返去講返中央政策組，唔講呀行政署署長答問題點樣答非所問。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呢可以話係非常之有個性㗎，佢公開每一次講嘅言論呢都係有一個鼓動輿情嘅作用，即呢個就係、是、中性啲嘅講呢，其實就係煽動啫啲市民即係嘅情緒。不過啦，據我哋睇返當局一再重申中央政策組的主要職能究竟是什麼？是向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所以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編制是入了去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即是要林鄭管，但我們經常覺得中央政策組其實是梁振英的人，應該是放在特首辦以下的。中央政策組研究的工作呢是包括行政長官和兩位司長所指定的課題，涉及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尤其是跨政策範疇的課題，旨在提出多角度前瞻性的思考和意見，以供政府內部參考討論。所以呢，我剛才說財政預算案寫得不夠好呢，中央政策組都可以問責的，不是只是說財政司司長或者行政署署長問責。按理呢，中央政策組的主要角色是協助治理，而不是公開議政，不是時事評論員，不是擔當白宮發言人的角色。更加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他在公開的場合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呢，其實早就突顯了這個一國兩制是面臨